我觉得琼娥这位小姐是很特别的，她是很开朗的，然后很有忍耐的心情，可是她又不想让人家知道她是现在是在很痛苦的。因为看到她朋友秋香被警察抓回去的时候，她觉得很痛苦，然后又跟婆婆说下来这边有什么男朋友之类的，然后又看她就明白了，在说琼娥嘛，对不对？你老公的应酬，然后讲明天大，明天大，你要讲应酬吗？干事情哦。你哪呀？啊？锦聪也哪呀？锦聪你哪的？这个角色就是这样，他即便是在那个时候，他也还是在为这个家庭着想，因为他真的就希望，就是说这个家庭是永远幸福的走下去嘛。所以，即便是在那样的状况之下，他也是面带微笑，告诉他们这件事情。但就是因为如此，所以他讲的那一句台词变得非常的有力量。所以我到死，我都会为这个家打拼。我请你们不要把我当做坏人了。归乡拉钩牵牛，每夜浓蓝云间，归乡拉点张灯。